克跟我讲过很多次，叫我开副频道，爱情频道。那我就跟马克说，我说这开爱情频道或把妹或什么这些东西，这东西是基因，跟女生聊天这种事情是基因。你生下来没有把妹的基因，你就没有办法，这辈子基本废掉啊！基因你懂吧？基因，你生来不带这个基因，你就学不会，你就没办法。就跟我大佬算术不好，我就没这个基因，就不会算术。我画画就不会画画，没这基因嘛，对不对？你不会把妹就没，就不是不会，就没办法。你把没有基因，你就不要学。就像我不会画画，我就怎么学学也没有用，就不要学。这个不是靠后天努力可以，好不好？你们能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就是来请教我们，对不对？有基因的人啊，我们就是 consulting 好吗？帮你的咨询啊，这样就好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我开这爱情教室也真的讲不完。你不要看大佬啊，看大佬长这个样子不怎么帅样啊，对不对？不高不帅的，大佬某一任的前女友是中国小姐第一名啊，有把妹基因又怎么样？有把妹基因，对不对？就你车开得好，赛车手他妈没车还是没车嘛，没车也无，对不对？无用武之地嘛。对，我有把妹基因，大佬也是跟你们一样当单身狗嘛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都是一样的啊，没有我比较高级，好不好？单身狗一视同仁。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 APP， 神娘机长疯狂詹姆士飞航管制 GIG， 推一集就有七八集。